导师致辞，请郭英常导师致辞。咱的李定、黄义长、骆总监，还有在座的领导师友，大家好。我参加这个狮子会啊，已经有二十几年了。我是我们和平会最第一届的师友了，能够有这个机会担任导师啊，是我参加狮子会二十几年来最光荣的一件事情啊。我们都知道啊，狮子会的职务每年都有人担任，只有这个导师啊，可遇不可求。哦，那记得我们 FG 我们基隆的狮子会啊，这几年来啊，会员流失很多啊，像我们去年三个专区变成两个专区啊，那这个28个会现在剩下24个，再加理想会今天就变25个，那狮友啊有900多个变600多个，所以这几年对我们基隆来讲啊，狮子会是一直在减少，但是今天开始反转，理想会成立以后啊，我们狮子会就在基隆又要开始成长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这个理想会的成立真的不容易啊！根据中华民国人团法，要30个以上才能够形成组成一个社团。那根据我们狮子会的规定，原有的私有不能超过25%，新私有要超过75%，所以理想会要成立真的不容易哦，真的不容易。他们从筹备到现在已经11个月了，到今天才正式的诞生。我们在这里给他热烈的掌声，好不好？啊。那我有这个荣幸啊，担任狮子会真的非常高兴。那理想会因为有好几位是原来就是狮子会的师友，而且他们都是担任过会长，所以对会务的运作非常的熟悉，所以对导师来讲就非常的轻松啊。所以我在这里预祝理想狮子会狮运昌隆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郭英常导师致赠本会社福金30000元整及师衣师帽齐布条，请郭英常导师致赠，请林会长代表本会接受。导师致辞，请徐显阳导师致辞。理想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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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理想会。哇，不简单，林市长你当选了啊，很不简单哈。那么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呢，啊，理想会呢终于成立了，很不简单。哦，在我们七会的创会导师之领导之下呢，啊，终于在今天呢举办这个授证典礼。啊，我个人呢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任务哈，但是呢，他们终究还是完成了。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我应该呢啊本着导师的任务呢，啊，做导师的这个责任呢，啊，好好的来辅导他们，啊，来今日呢，咱哈是咱理想会啊，修正大会啊，大会主席哈，那林主席哈，林会长啊，以及咱的骆宏基骆总监哈，啊，个咱真无简单嘞哈，对高雄专工拼来参加咱理想会哈成立大会。黄明聪黄议长，哦哦，这上无简单，大家掌声给鼓励一下，哦。
伊是伫咧阮讲师训练班呢，他真的蛮有情有义的。阮底下吼训练四工，两拜四工拢用背工，伊底下头停到尾，吼啊拢无走，啊头背阮到尾安尼，啊互遐学员吼，大家百几个学员吼感动再感动，啊所以呢，迄摆训练出来学生吼，大家拢足优秀足好个，啊那么遮尼有情有义的义长，当然蛮感动着我，啊那么我身为导师呢，那么我今后对这个会呢，我义无反顾，每年拢会做寄付咱30,000元，哦，做咱的理想会社会服务，好唔好？谢谢哈，在座的感谢大家哈，理想会呢，哈，安尼今日会当哈，咱 F7 的成员呢，来个这么侪哈，啊，来个热烈的个捧场个鼓励哈，我相信理想会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抱负。有远见的一个会，哈，因对社会服务呢，绝对义不容辞。因即马在咧打算讲，要安怎做社会服务，要安怎做，安怎做，安怎做，一直甲导师伫咧研究这个问题，哈。所以我相信呢，理想会的成立呢，对咱社会安定呢，甲咱对咱社会造福呢，拢有一定的贡献，对不对？最后伫只呢，要恭祝大家哈，身体健康快乐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徐显阳导师致赠本会社福金30,000元及师衣师帽及布条纪念品，请徐显阳导师致赠，请林会长代表接受。